福道奉行。王妃，皇后的诏令你可听明白了？不可能，皇后怎么会赐王妃金剑？坐下去。一定是弄错了，冤枉，冤枉！王妃，冤枉啊！王妃没有下毒，王妃。王妃，请吧。我想在死之前再见韩王一面。皇后诏令，岂容拖延？王妃若是不肯喝，那咱们只好帮王妃奉诏。iQIYI Chill Black 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